出收到卷工类。一出收是名考试，此事是说明动作为向内收腹，而且表明从一路金刚倒退至此是初次收法。这一类里，如再收、倒卷弓、退步双阵脚、退步跨虎等，都是退行步法，也都是说明动作的释名。禅师教此事时，经常发出收回的口令。我估计当年杨露禅学此事时，也可能因听到“收回”二字而为首挥，于是加“琵琶”二字，而明之为首挥琵琶。禅师原来初收与再收的练法相同，都是松肩沉肘，手肘外下弧线而收的。我改斜行凹步之后的再收，是手肘里上弧线而改的，因而前者的左手为顺转，后者的左手为倒转。多了一个收法，要领、出收、再收都是两个动作，演法都以左前方为主，身法出收右转，再收则左转变右转，步法出收从左弓蹬步变左策马步，左小策马步，再收。是从左侧马步变右后虚步，呈左前虚步。手法前者为左捧收捧，后者为进左步挤变右转身退步履。至于其他退步招法，留在各式说明，以免混淆。一。出收是名考试以见上，二，再收是名考试，是名是说明动作的，因是第二次收试，所以名为再收。禅师各书名同，但练法不同，其他各式太极拳，无此是名。要领，此事一两个动作，眼光。向左，随身之右转90度，仍为左前方，因身步法变方向，实际演法未变。身左右两转，步法从前是斜行凹步末移动作，左侧马步变右后虚步，左小侧马步，手法包括。进步左挤，右退步转身捋法。三倒卷弓是名考试，此事也是说明动作的，因步向后退，两手旋转，故名倒卷弓。禅师教此事时，也常说为倒捻弓。杨氏太极拳是。则名为倒捻喉，可能因口音听不清而致讹误，现已与各式拳书，现已与各陈氏拳书同名为倒卷弓，但陈新著书名为倒卷红。解为红铁出炉，人不敢进，似不妥。又说古人曾名为珍珠倒卷帘，倒有象形意义。要领，此事为禅师一路第一倒卷功，共7个动作。
眼向正前方，最后向右前斜角伸，右左左右右右左反七转，步法为左前虚步，右侧马步，右前虚步，左侧马步，左前虚步，左后扑步，右前扑步，手法为右转棚。退左步点，开棚；退右步点，收棚；右转退步，退左步点；左双驴等法。此事步向后退行，而眼向前看，两手更迭旋转，所以叫做倒卷弓。陈新著书曾说：“同向后看，拱驴非所驴。我认为，凡后退的卒，都用足尖划地而退，在生活上便是如此。不管后面有水有坑，足尖自能感觉得出来，而向后看指法。”实非必要，而且与市民的道字不合。陈新又说，退行步子要低而大，步行时小腹要贴前腿，那样岂不身向前俯？是否有此必要？我认为还是身法中正为妥。四。第二倒卷弓是明考试中间加第二字样，以区别次序要领。此试共四个动作，眼法仍向正前，最后转向右前，身法右左右左反四转，步法从右独立步变右侧马步、左侧马步、右小侧马步，手法包括。前侧棚，退左步点，退右步点，退左步履等法。此事与前一式字同名倒卷弓，为何前者七个动作，此事则四个动作？陈新曾说：“得是争来脉，出奇再转弯。”在诠释中，上一动作便是下一动作的来脉。来脉有大小、高低、斜正之分，则转弯必须因势承接的恰当。第一倒卷弓是接前势肘底椎的左前虚部而变的，所以退步较小。此势则系接右独立步、右独立的。左足悬空而变的，所以退步自然放大。又因来势既猛且快，所以退步自然放大。又因来势既猛且快，所以退的首步自然加快，正是符合王宗岳《太极拳论》所说“动极则极应”。动缓则缓随的规律。五，退步双阵脚是明考试，此是明是也是说明动作的，因为动作中却是退步，到最后又是双足跃起，而紧接双足震落的，各陈氏书同名。其他各式太极无此式名。要领：此式为15个动作，眼法向正前方，身法左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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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右反15转，步法从上式单边的左弓蹬步变右侧马步，内八字马步。右小侧马步，右前虚步，左小盘步，
右前虚部，左小盘部，右侧马步，原地跃步，阵脚，右小侧马步，滑步，手法包括右倒捧，右转身捧，右退步捧，左转收捧，右转身捧，左转退捧，左转跃捧。右转落步捧，右转滑步按等法，陈新曾说，此是为突围之法。我通过学习试验，加以揣摩，方悟，以为入围法。下一世玉女穿梭，才是突围之法。这种入围，并非多数人所为。而是被人挤到一个深窄的胡同里面，后面有墙，已无退路。对方认为一下可以擒住，我只得向上跃起，捧之，然后用右踩左按，平纵出去，脱离困境。赵奎练此事上跃时，不是提膝。而是提足丢了膝打作用。我于1956年曾以此事与学拳者乔某实验，只知以上捧为主，在无意中碰了他的裆部，方知上下都有招法，因而回忆禅师当年。答同学提问之事，陈师和同学试验招法，常常讲中盘手法变化。同学们问陈师是否上下都有招法，陈师答上中下全有，但手走上盘时，在试验中手应走到。离对方尺许，便转过去。不用说，真打上，就是摸他的脸，也是失礼。膝部提高要离对方数寸，碰一下更不得了。实验中盘手法，必须让他用一只小臂横在胸前。以防万一发劲不慎，伤及内部，学拳以保健为主，研究技术是附带的，促使练者有兴趣，并练得正确些，不可争胜，更要注意安全和友谊。1984年，我和日本姑娘试验此事，偶然大意。右膝碰了她的裆部，幸而是女子，但也蹲下疼了一会儿，所以应当随时莫忘老师教导。六，退步跨虎是名考试，此事是象形的，取名以退步为主，跨虎则象步法的形状。各式太极同名，世传陈氏太极拳，名为跨功，不知何所取意，功如何跨，很难说明。要点：此式共四个动作，眼从正前方转移左前方。为主，身法左右右左凡四转，步法从右前虚步变左侧马步，呈左前虚步，手法包括左转下捧，右退步捧，右引左按挤按，左收捧等法。按陈新说。右手应高举过头顶，
现在无此念法。